逆转脂肪肝不求人。中医，玫瑰、山楂、消脂茶、排油降脂。油腻的烧烤、油炸食物，吃太多肥胖跟住来报道，小心喷出脂肪肝。除了肥胖、酗酒、糖尿病和高血脂症，也都是造成脂肪肝的四大主要元凶。避免肝脏被脂肪团团包围，变成脂肪肝一族，中医师教大家聪明减重，包括消脂穴位、消脂茶等，既不失营养，还能摆脱脂肪肝的威胁。诱发脂肪肝前四名：肥胖、酗酒、糖尿病和高血脂症。脂肪肝的形成原因很多，包括肥胖、脂肪代谢异常、病毒感染、药物影响、急速减重、营养不良、糖尿病、高血脂症等，都是诱发原因。其中，又以肥胖、酗酒、糖尿病和高血脂症最为恶名昭彰，分列前四名。想要逆转脂肪肝，首先要有效控制体重，提升代谢，节制饮食，避免脂肪持续囤积。有研究发现，只要减重 5%， 就能远离脂肪肝。大吃大喝后要减重，中医师教小撇步大功用。如何在大吃大喝之后还能减重？其实有一些小技巧。彭温雅中医师表示，首先尽量提高蔬果的摄取量，降低隔夜菜的比例，饮食以七分饱为原则，并避免吃零食等。至于烹调方式也要注意，以蒸煮替代油炸、煎烤，饮食顺序先吃菜，再吃肉、饭，并在饭后简单散步运动等，都是减重的好方法。但是如果仍不小心未能控制好饮食，就只能靠住少吃与保持清淡饮食，再搭配运动和作息调整来弥补了。也可以有技巧的在三餐中选择一餐，替换成比较清淡或好代谢性的食物，同样能减低热量，达到减重、促进代谢甚至排毒效果。尤其这样的饮食方法还能让血压、血脂、身体机能、体重等恢复正常。待这些困扰的问题获得改善之后，就能恢复成日常饮食，并没有一定的时间限制。但是，切记避免大小餐，譬如，这一餐完全不吃，下一餐却吃很饱。
一天都不吃东西，晚上却突然去吃，吃到饱等，都是不利减重与养生的饮食方式。五色蔬果均衡吃，薏仁替代白粥，帮身体排毒减重。彭文雅中医师表示，要注意采取适当清淡饮食的时候，营养素仍需均衡，建议蔬果食物应均衡摄取根茎花果类植物，并尽量各种颜色都要有，符合中医以五色调理五脏的原则。甚至以薏仁替代白粥，更具营养价值。面对台湾湿热的气候，平常吃一些薏仁是相当不错的选择。薏仁属于五谷杂粮，具有消水肿的效果，能启动身体的排毒系统，达到排水、排毒、排汗、美白等效果。但是必须注意的是，市面上常见的各类薏仁饮品往往都误用大麦仁或珍珠薏仁替代，并不具有上述功效，购买时必须注意。可以在一般中药行或部分食品材料行中买到有益健康的薏仁。除了上述减重安全守则之外，平常也应该随时多喝水，促进代谢，而不是等到渴了再喝。一天水分的摄取量约在2000到3000 cc 左右。还有补充，纤维质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一般纤维质分为非水溶性和水溶性两种不同类型，前者如一般蔬菜、地瓜、凤梨等，后者则如海藻类、木耳、燕麦、艾玉子等略带粘性的物质。建议可以多摄取一些水溶性的纤维质，不仅能抑制饮食中油脂的吸收，预防心血管疾病等，对于肠道消化也很有帮助。逆转脂肪肝利器，按压消脂穴位，喝玫瑰山楂消脂茶。逆转脂肪肝不求人，彭温雅中医师建议以下三大族群不妨日常适当按压以下消脂穴位。以及一般人可以饮用玫瑰山楂消脂茶，都是远离脂肪肝威胁的好方法。消脂穴位，一，压力过大上班族，阳陵泉、太冲穴。
二，冰品冷饮不离手足，足三里，风龙穴。三，爱吃辛辣饮酒过量，曲池穴，合谷穴。玫瑰山楂消脂茶。材料：玫瑰三钱，山楂二钱，甘草一钱。做法：将所有材料加300cc 冷开水，煮滚后去渣，大吃大喝后服用一贴，帮助排油降脂。